近日是窦骁33岁生日，何超莲贴心凌晨晒出两人亲密互动照，高调表白男友生日快乐宝。这张照片是窦骁坐在旁边低头玩手机时，被女友突如其来的甜蜜捧脸杀吓到了。窦骁因条件反射迅速抬手，连手机都糊影了。何超莲则是撒娇般搞怪的做事要啃窦骁，看窦骁复杂的表情，明显是有被吓到，但还是很开心享受，任由女友闹腾。何超莲发文不久，窦骁马上留言回复道：“生日愿望。”2022不要啃我，让网友直呼太甜了。何超莲和窦骁自从官宣恋情后，之后每次同框都一直让大众吃饱了狗粮。两人不管是出席各种品牌活动、晚会，还是日常被媒体拍到，时时刻刻都是非常亲密的举动。何超莲曾和吴克群一段4年的恋情最后以失败告终，现在何超莲和窦骁恩爱十足，想必已经走出了之前不愉快的感情阴影。可能是因为何超莲窦骁交往了3年依旧甜蜜如初，很多人都以为他们结婚了，其实他们并没有，不过相信也快乐。最后祝福窦骁33岁生日快乐，和女友能一直恩恩爱爱下去。